安庆国校外举行十五届年华活动，号召师生各志工伫校园内底制作1805丛的台湾原生种植物，伫咧让小朋友了解原生植物的多样性。更加重要的是，透过活动对生态影响尽一份心。在管乐团好听音乐中开场，安庆国校外校园植物嘉年华活动努力举办。这摆活动是甲社团华林、台湾原生植物保育协会企业共同合作，规划伫校园内底种植1805丛的台湾原生种的植物。企业董事长嘛亲身参与这场真有意义的活动，同时准伫安庆国校外校长陈玉芳的邀请之下，替活动进行揭牌。我们觉得呢，呼吁台湾原生种植物是非常重要的。那刚好有机会呢，可以跟台湾原生种植物一起来做合作，好，在校园里面呢，可以呼吁台湾原生种植物，让孩子呢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台湾原生种植物，好，那进而照顾原生种植物，产生爱护它，然后知道说每个植物的重要性。将来除了散播我们台湾原生植物的种子以外呢，我们会把它照顾得更好，像我们照顾安坑国小的孩子们一样哈。为了让参与活动所有的人会当更加容易的种植树木，台湾原生植物保育协会嘛示范植物正确的种植方式。安庆国校校长、企业董事长、安庆国校家长会长嘛，甲学生各有志工，伫学校的仁爱楼、朝阳楼，各有立新楼的教师会大家周围区域，根据环境无同的特性，种植侪种适合的台湾原生植物。这一次的活动呢，非常感谢台湾原生种植物协会以及日立冷气公司的赞助。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很多的志工朋友一起来协助我们原生种植物的富裕。那期待呢，我们安坑国小呢成为一所呢有序的校园，能够成为富裕台湾原生种植物的一个美丽的福尔摩沙。安庆国校活动当天嘛，伫个学校传统举办原生种植物相片展览，希望囡仔会当更加了解台湾原生种的植物，而且把环境教育的精神深入到学生的心中。记者陈小丹，新店报道。